锵锵三人行，等我先哭一会儿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个，我不知道怎么着了啊。这个，要不是因为咱们凤凰二十大庆，这个锵锵十八小庆，我绝不能排出这么绝杀的阵容，是吧？对，两个此生你的挚爱都在这儿陪你。哎呀，我们这个锵锵的那个微博里都炸了，哎呀，都要哭啊！说这三个人就要凑一块儿啊？那大家有没有高喊在一起，在一起？高喊的是终于有真正的锵锵三批型了。而且就说哎，我看看他们的要求啊，要求是什么，你看我怎么拿这么点破纸机呢？这是下两集的那个嘉宾的资料。哦，下两集这么厚啊，他就做功课。咱们这俩集我就在那个厕所拿这个手指写了一点啊，写就是说你们家纸够硬的。没错。好，说这个啊，大家想听听什么啊，两个人一人一句狗东西，骂文涛，想听听。不准确，什么叫狗东西？对，这个太文绉绉了。我们那骂的不是我们那爱称，的确没办法在屏幕上说。然后呢，这个各满足他们一下嘛。你平常怎么叫狗东西的？我们不是这么叫的呀。不是这么叫的。怎么叫的呢？问题是你能用吗？啊？问题是能用吗？我给你消音，你都叫什么呢？对，咱们俩能说吗？你说，我们在心里默默的就深情的呼喊你一句就行了啊。嗯，这样，昨天在我在群里面不是发了一个吗？我是用了一个那图标，第一个画了一个狗，第二画了个太阳。对，我们平常打电话都是互相间都是来这个，但是今天到这儿来呢，首先是要比比阔，是吧？这个比阔，我就跟你说，这个鲁豫一来往这儿一坐，就说，哎。你们这桌上干嘛铺报纸啊？是我不懂为什么要铺报纸，而且这有声儿、哎。那你为什么今天穿的薄如蝉翼呢？哎呦喂，主要许戈辉来，我拼了。为什么许戈辉来拼了呢？那天咱们排庆的时候，咱们不都穿，我们都穿晚装嘛。然后许戈辉晚装外面穿了一个那个西装，我说哎呀，我说你今天这么的那个温婉是吧？特婉约，然后特别文雅，特别端庄。结果好上台之前把那个西装啪一脱是个抹胸。有咱们看看那照片，哎呀，大家看看我的奇人之福啊，看看我的奇人之福，你瞧瞧瞧瞧。哎呀，挽着一个拉着一个。这张我不是最感动，就是那张，就是你牵着我们俩，对，反正有一张我看特感动。对，然后就那张特别有那个执子之手那样的。但是实际上这个一走到后台，鲁豫就开始说，哎，许戈辉挺有心机的哈。一上红毯把外套脱了。哎，今天你怎么评价呀？没有，所以今天呢，这个我一来到，我一看鲁豫，我说糟了，今天我没防住。后来我一来之后我失手了。但我一来之后文涛跟我讲一句话，我有点后悔，他说主要是拼腿的是吧，你们这儿。没错，我们这儿的女嘉宾过去拼腿，您这儿来拼胸，你真是越没什么越偏什么。哎，对，鲁豫，这今天到这儿来了啊，咱们这个满足一下咱们这个网友，我就拼把老脸啊。你要不爱回答呢，你就一口啐我脸上。你能不能在这儿正面回应一下你瘦的问题？我瘦怎么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社会各界呀、一直都在说为什么这么瘦。我就挺瘦，那又怎么了？你没法再胖吗？我好像还真是这么多年就一直这样。你看我吃啊、哦，你老说我不吃，这人最烦了。我所有不吃的谣言都是来自于窦文涛。就是因为某一年你是一个什么节目，你说我就吃什么七粒米，然后从此以后大家就觉得是不吃的。我为什么确实记得咱们过去同吃同住的时候，在香港的时候，好像有一次咱们仨是在说这鲁豫今天吃几粒饭呢？鲁豫是吃的特别精致，就是那种细嚼慢咽。所以他我们就当时就很夸张的说鲁豫是数着米粒在吃饭。他的意思是我吃的慢。对。哦，对对对。他吃菜吃的很多。对啊，你看这个谣言一直传到现在啊，就是这个，所以你今天必须得充当一下谣言粉碎机的功能。对对对，粉碎粉碎。自己要、他那天说了，说不是七粒，是二十一粒。对对对，这咱们就咱们台庆，所以各节目互相串门。我觉得我吃亏了。怎么呢？咱们那好故事都在你那个《鲁豫有约》里昨天说了。今天说什么呢？故事还说得完吗？对呀、对呀、我们还 many many to go 呢，还要。那你说说，对对你说说、说什么？说点什么呀？那你今天不是特别希望大家那个称赞一下你穿的衣服吗？没错，为了你们俩来，我穿了我最贵的一个衣服。哎，行，再没有文涛某一个时刻会有一个巨型。他这个时刻这一时期的巨型就是，这是我最贵的一件衣服。你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你最贵的。这的确是啊，这真的是最贵的。我一直压箱子底儿，头平生这也是处女穿呐、
你们俩来了，我头一回为了迎接你们穿上的。文涛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在那个衣服啊，这个最新季的时候，他不穿，对，他把它买下来，以全价把它买下来。嗯，然后呢，就一直等到人家打折，等到衣服打折，对，打到两折的时候，有钱就是任性。说的感觉你们还挺了解我啊。那当然。咱们来一个那个什么快速问答啊。嗯。我发现这个对你们对我的了解程度，人家这个网友想测试一下。嗯。说这个文涛一般晚上几点睡觉？文涛失眠。哎呦，还真是了解我。真了解我啊！一个这么琢磨的人，晚上能睡着觉是没有天理的。你知道我到今天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。为什么？能想象吗？72个小时，因为啊，我过去一年呢，就是靠着那个拿这个喝酒当安眠药啊。对对对，他从喝一杯可以睡着，到喝两杯到三杯能够酣睡，最后是醉倒的。对啊，我现在想，我不和他住在一起，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习惯。对，我现在下决心戒啊，戒了那就真的是目光灼灼呀，现在就晚上就瞎琢磨事儿呢。哎，我就是说这个20年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，你们俩说说。意味着什么？但我改变挺大的，我觉得。20年，如果说20年前想今天哈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活过40岁都是一件挺无法就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，嗯，就是40岁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简直哇，那得多遥远，那得多老了。但是现在哈，你知道我和我女儿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妈妈还是像青春美少女吗？就其实是越活越没有年龄感。而且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在化妆间的时候哈，就说鲁豫要一个那个暖宝宝，嗯，对吧？我们俩就聊起来了，就是说。你看你现在有时候觉得手脚冰凉，我一直手脚冰凉。对对对，歌辉就说你看文涛，像我们这个生过孩子的他就不一样，就原来我也有手脚冰凉，他说自从我生了孩子之后，我这个血脉畅通啊，手脚都热乎乎。真的，你看鲁豫现在还是手脚冰凉。你们俩聊这么细致的问题呢，背着我。我为了在你之前，我就有点结巴了，故意跑到文涛的化妆间化的妆。哦，你看他这小心机，对啊，在各种地方。对，其实这20年对于每一个女人肯定意味着不同，但是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，只有一场战斗，那就是争夺文涛。好，咱们可以看看当年，看能不能勾起你们点回忆的照片来啊。瞧瞧，这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。鲁豫，你当时为什么是这个眼神呢？这是因为经历过直播好几十个小时之后，人都木了，所以目光有点发直。这是好像是那个香港回归那次直播吧，我记得。香港回归应该香港回归97年直播，对。然后当时我记得是直播多少小时吗？60个小时。对。哎呦，这个。哦，这我记得。对对对。这是我们两个走进西藏。走进西藏，中间那个孩子，你看。对，从人家父母那儿一把夺过，但是所有人都说这特别像哈，特别和谐，那真像。你再看下边，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完全想不起来了，这有点那个什么宋美龄的范儿出来了，是吧？你再看下边，这是飞越黄河，看到吗？飞越黄河，这你们俩有点貌合神离的哈。嗯，对对对。为什么飞越黄河咱俩没去啊？哦，这你们俩。你看许国辉老师特别那个慈祥的看着你，对对，哎呀，真是，这是当年的金童玉女啊，哎呀，这一下子，不是你跟谁是金童玉女呢？是跟他还是跟我呢？不是，我觉得啊，真是就是说是怎么说呢？日子过好了之后啊，咱们就不亲近了。但是你跟我不亲近了。过去我们的亲近啊，完全是因为凤凰的条件非常简陋造成的。嗯，你比如那个时候咱们去这个西藏，嗯，你没法不亲近呐，住的那都是几十块钱的招待所啊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而且那个去西藏的时候呢，是先要到成都先过渡一下。嗯，在成都的时候，我和文涛那天特别的纠结，那个因为我在跟文涛商量，我说咱们是不是给凤凰省点钱住在一间房里，因为我们第二天早上好像是6点多的飞机，嗯，就一共这一晚上大概睡不了3-4个小时。嗯，我们说就这么短的时间，如果要是住两间房，得花2笔钱。然后文涛就说：“这合适吗？”然后我们两个就真的特别纠结，说如果回去报销，嗯，报一间房的钱，人家会怎么想？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为台里节省经费？嗯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我当时就想了想，我说他们难道真会觉得我们是为台里节省经费吗？但你当时心里想的有没有想一点别的啊？有没有一点点别的？你心里1%？哎，
你得多悲哀啊！你不用安慰我，连1%我都没，当时我都没有体会到。后来还有个事儿，晚上停电，你跟我讲过晚上停电，然后你特别害怕。那是在西藏，那个时候就两间房，只能她一个女的住一间房，另外三个男的，我跟那个摄像导演还加，赵刚还有什么陈勇，对，还加床，三个人，三个男的。结果许国辉非要凑来跟我们三个男的一块睡，半夜里又敲门。不光停电，那个小客栈是没有锁的，那个门上是没有锁的， okay. 就是说谁一推门就进来了。所以他就抱着个枕头，我说我们自己带着枕头来的，就三男一女睡在一个房间里。那在成都那天晚上，你们俩后来同处一室，怎么过的那晚上呢？哎呀，那天晚上激烈的我都失忆了，好像。先去一下广告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昨个咱们在鲁豫有约那儿，我就说了，我说我跟你们俩，一个叫我跟歌辉是共苦之情，跟这个鲁豫是同甘之情，还真是。他就有，刚才鲁豫就说歌辉真是有这个大婆风范，是吗？大婆风范都是比较吃苦的嘛，就是跟先生一起打拼，该吃的苦都吃了。对，然后当那个他稍微一成还没成呢，对，我把那脚踹开。而且鲁豫一直到现在都是咱们这豪门。我就说，哎，你就说昨天去你那节目，他们拍了那个微博，我们那个锵锵观众都说文涛别哭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啊，说18年这锵锵你们就在这个绿幕这儿录啊，说跑到人鲁豫有约那儿，他鲁豫你就是凤凰的美军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都是八路军的。八路军，尤其你这个棚多好啊，你这是在凤凰大楼里面的棚，这个棚是很贵的，我们想租都是租不起的。你那都是实景啊。人家而你们其实都没有我苦啊。最早拍名人的时候哈，那个当时呢，就比如说出个差，就不要说出国了，为了节省经费，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只有一部机器，只拍嘉宾。那我的怎么办呢？我还得提问，我还有反应镜头。等所有嘉宾的部分拍完了以后，我要重新来过，对着把那个镜头再架到那边去，我再重说一遍，我得记着我问过了什么问题，我做过了什么反应，包括连笑我都得再演一遍。所以在凤凰的早期我是演员来着。这太难了，真的。我歌辉直到今天还这样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不会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就替他跟这个凤凰这说，歌辉自己掏钱的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觉得我这大婆呀比我还穷，刚才来就我们这儿给点车马费，歌辉颤颤巍巍，你们这儿还给钱呢？说他们那个名人面对面连车马费都没有的，就我们好像也没有车马费，不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嘉宾都是这个很有社会地位的嘛，他不需要啊。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人家的那个助理啊，什么什么化妆，人家总有些开销嘛，但我们没有这笔经费、啊。哎，但我觉得这种苦其实还好。要说苦的话，我觉得我现在想我最苦就是坐早班车那时候那种苦，那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。对，哎，鲁豫那个时候还算是，哎，人鲁豫在业务上有贡献，好多年呢，叫做什么呢？他开创了一个叫说新闻嘛。不是，那我倒不那觉得什么，我觉得我特别牛的是我能连续那么多年早起，那很恐怖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两天不是凤凰密集在做20年的庆典吗？然后我妈妈还跟我说，她说我还记得一件事儿呢。我说什么呀？她说我记得那时候鲁豫早晨大概4-5点钟的时候就给文涛打个电话，然后文涛迷迷糊糊的就说啊怎么了？鲁豫说没什么，我就告诉你我上班去了。对，这事没有发生过。就是香港农民的生活嘛，这事没发生过吧？但是你想，我妈妈都知道了，不知道被哪个大嘴又说出来了。反正发生过吗？我现在想起来跟你们俩的有些事情啊，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是如在梦中，就人有时候这个记忆啊它会重组，有的是我们当段子当笑话说的，但是我后来发现呢，我就以为是真的。是比如说那天晚上我们俩究竟有没有睡在一个房，我就好像就是进藏之前哈，我现在也有点记不清了，但是就是那种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们两个在那儿使劲的商量啊讨论，文涛还时不时的就下意识的摸摸那个小军挎那个布包，因为那里装着我们所有的差旅盘缠，就是那些细节的动作我甚至还能记得住，但是究竟我们两个最后是在一间房里过的夜还是两间，这个结果还是太激烈了，失忆了。
十一人，我觉得最大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。还讲讲同甘，你脑子里回忆起来的跟我有什么美好时分吗？咱们俩去出差的地方，咱们去了一次肯尼亚。哎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Edison， 哎，那个脑门，我看见他这个脑门，我想起来了。的脑门。因为那个肯尼亚的那个就是他是黑人，是黑人，他的特点跟你一样，也是个大脑门，你记得吗？你说那 Edison 是吗？ Edison， Edison， 我能说吗？可以说。肯尼亚一个非常美艳的一个肯尼亚电视台的女导演就爱上了文涛。就不能说是爱上，就是爱上了，就是爱上了。不是我就发现这个英语啊，对，我的英语老师是鲁豫，对吧？就是原来我们一起去美国呀，对吧？基本上我第一天好像还靠他，第二天我自己已经能够就 Edison 去了，那是因为我不理你了，对对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他从早到晚就盯着我啊，coconut juice，coconut juice， 我因为我到哪儿我也说不了英语，我就得跟着他。跟着他一直到半夜十二点，在我面前把门关上，还跟着我。就是说，跟那个 Edison 在肯尼亚，他们在弄那个晚会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就跟这个妇女呢，这位女士呢，每天在游泳池旁边，躺个那个躺椅就躺着。你知道黑人女孩的身材特别好，就是她是那种属于要哪儿有哪儿的。我是晚到的，我一到那儿，我特别敏感的一个人嘛，我没有几秒钟，我就问那个高燕导演，我说文涛，我说这女孩是不是喜欢文涛啊？他说对。她不是喜欢，我发现啊，我有时候能碰见一些世界各民族苦大仇深的这个妇女了，她就开始你像我这个英语最后能跟她聊到什么程度啊？我说 Edison， 为什么你的额头有一道疤？有个疤吗？我都没。英语疤是怎么说的 ？Scar。Scar， 那你怎么问的呢？当时对我就居然能够问出来，我说有一个 scar， 他可能是你的额头。我说咱们有一个 scar， 然后 Edison, 额头他都不会说， Edison, 额头你会说吗？艾丽森慢慢说啊，艾丽森就是说他们那儿好像是可以找两个老婆的，知道？对，他们那儿可以找两个老婆。然后呢，他说他这个是曾经被他的这个老公，对，但是后来聊到哪儿啊？他说他喜欢找个中国人，他不是说爱上我。他说喜欢找中国人，为什么？他就说我的上一任老公把我从二层楼还是三层楼的阳台上扔下来，就是留下这么一个疤。咱们这个昨天在他这聊，我就发现有一点呢，就是说，我们到后来啊，都变得很专业了，也就是说呢，老想把节目做好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觉得最快乐的是20年前，那个时候呢，没想把节目做好。就是借着工作去玩的，我觉得有个特别大的不一样，因为你现在压力就很大，你比如说鲁豫啊，做鲁豫有约，有收视率啊，或者什么这个观众喜不喜欢，咱们那个时候说实在的，可能也没多少人看，因此去一个什么地儿，比如说你看咱俩说去西藏，这个节目拍成什么样，其实不大有所谓，它更重要的就像是一帮青年男女，他就借个由头去玩，到了那儿啊，又会碰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人。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，哎，我觉得那个感觉，为什么觉得是特别快乐呀？对，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精细的专业分工，所以各种类型的节目就火在一起，就那么几个人嘛。所以文涛从新闻到娱乐到这种这个行走式的什么都做，我们也是拿到什么节目就做什么节目。当时真的比较容易快乐，一说什么去个什么，像你们说去个西藏，然后咱俩说去个肯尼亚，就觉得特别兴奋，因为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。现在让你去哪儿，你会想要去那我这边节目怎么办？就是你快乐的就变得很难，门槛就高了。哎，对了，就怀念那时候。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就好像感觉是，哎。帅哥靓女，对不对？哎，靓女是你们了，对吧？帅哥是你。对，哎，到处去玩啊，他这么一种感觉，我觉得再难拥有了。现在你再有了。当然，你看你现在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啊，你就觉得重任在肩，你觉得要把这个节目做好。我记得那个时候主要想的是怎么玩好，甚至你像老板和院长，就是怎么吃好，是吧？好像那是一个主要的目的，还跟着我们去吃。到哪儿去吃？哎，我觉得那个还是那样活着，没有压力。我记得我当时咱们刚到香港做节目的时候，香港人根本不看凤凰嘛，因为他们普通话也听不懂。对。然后记得有一次我打车，然后一个香港司机特别早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是那个凤凰卫视的？”我特别吃惊，我说你懂那个普通话吗？他说一点点。我说那你为什么看凤凰的节目呢？我说一般香港人都不看。他说我不是一般的香港人。我说哎呦，我说那您是？他说我是跳弗拉文歌舞的，我是舞蹈家。
哦，那他为什么还开出租车呢？不知道，就可能是因为生活嘛。对对对，啊、嗯，哎呀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有什么观众谁看，所以就没有压力，就比较容易快乐。所以那个时候在香港的出租车司机都这么浪漫是吗？嗯。但是后来香港的出租车司机也变了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就是满口牢骚。我前一阵碰一香港出租车司机有意思。嗯。就是你也会感觉到香港好像在改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嗯。比如说我说去兰桂坊的一个地儿，他觉得他这个路很熟哈，他我过去开跑车的，咔一路，但是就堵在那个红磡那儿，就过不去，然后就开始骂起来了，就。香港政府现在就不作为，说这个时候都快过年了啊、嗯，应该向北京学习嘛，应该向上海学习。我说学习什么啊？他单双号限行，然后发了一通政治牢骚，然后呢，噌到了兰桂坊，最后一个小时才找着那条街。他说路都改了，我找不着了。香港的司机这是跟以前不一样，对，路以前香港人没有这种就戾气是没有的，嗯，是比较温和的。你看现在，对对对，嗯、所以我在北京碰到过出租司机，嗯、就是我坐的他的车，然后。我当时还记得，就是天冷，戴着帽子，戴着墨镜，然后我上车刚说了一句"师傅去哪儿哪儿哪儿"，他就唰一下从那个后视镜里说："你是原来在央视的那个主持人，后来去了凤凰。"嗯，然后哟，我说我就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"后来去凤凰，你去了凤凰的前两年，我还能看见你的节目。后来他说我搬家了，我就看不着凤凰了。"那这话说就有十几年跨度了，我说那您还能认出我来？他说你一开口我就认出来了。哎呦，我当时我就觉得特感动。嗯，这是咱北京的出租司机。哎呦，脸是变得认不出来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就刚才就说到这个，从你的胸说到歌辉的脸，真烦人。有才能说呀，不是，就是我就说没有，我们都不露。真的勇士，真的勇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，就这样了，咋着吧？你说的是什么部位？不是，我就说，我就特别感谢歌辉，爱鲁豫，你知道人家歌辉哎，昨天在去你那节目，在化妆间就讲啊。歌辉现在都是讲究到这个地步，他说呀、啊，能不能这个《锵锵三人行》和鲁豫，他最好就合成一天。他说这样呢，我就化妆一次。嗯，他说你知道我今天我很感谢歌辉，他说我单为了你做你这个，我今天就得化一次妆。我说你们整天化妆吗？这不是讲究，我是一个特别不讲究的人。这点我也是，这是我不讲究的。这点我能够理解他，不是但是你知道只要不做节目，我们肯定是不会就不化妆的。对、嗯、我当时差点有一句话，我想夸他，但是后来没出口，幸亏没出口，因为我一下想起来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看这个女人的脸呢、啊，真是、我说那个你像故宫里的那个藏画啊。展出一次就折损一次，所以尽量少展出。来，我当时戳他一下。我当时本来想说，我说歌辉，你的脸保护的跟古画似的。后来我说这太不合适了。不是，你看刚才那个鲁豫的那个动作哈，就他总是比我先听出这画中的玄机。我一般就是这样，还在那儿高高兴兴的。许歌辉是属于反射弧特别长的人，他还处于那个处于沉浸在某种情绪当中，我一般都有反应了。不是他看出他是。哎，怀念当年的我曾经以为歌辉是个很爽的很豪气的人，不是很把这个相貌放在心上的，你只给我那种印象。但是你看昨天我这么一说呢，我说其实你现在皮肤很好啊，他说哎呦文涛，你不记得当年我那吹弹可破的脸。对，我问他，我说文涛，20年前你仔细的凝视过我吗？没有，他以前看咱们说那眼神是飘忽不定的，对对对对，基本上是望向你之后，其实是穿过你，望向你身后的某个地方。那不是把你当空气了吗？是这意思。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嘛，当我们空气、嗯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是你的菜呀、啊。嗯，不能这么说。是这样说，那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啊，当时咱们那个感觉就是，哎呀，就是你站在我面前啊。但是我却不能说爱你那样的一种感觉，得了吧，算了吧，觉得咫尺天涯，得了吧。文涛，你记得那个时候，经常我们晚上就说，哎，文涛，走，咱们一块儿吃饭去、嗯，然后你就推三推四，就捡着各种借口。后来我们就说，文涛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。但是我们两个突然间就觉得很受伤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色呀。他其实最过分的一次是我们都坐下都点完菜，本来他应该是和我们要吃了，对。
然后你突然有一个电话，好像是广州或深圳某小女孩来电话，然后你就走了。嗯、真的吗？真的。这我不能吧？绝对是真的。那你怎么知道是女朋友来的电话呢？因为你什么都不避讳我们俩，你什么都说，这你最可恶的一点，就你什么都说，而且你在那个比如说过后抛弃人家或者被人抛弃以后，你还会向我们诉苦，对吧？我们还会装了很多，我们还会敞开怀抱，让你投入母亲的怀抱。哎，我当时怎么没下手呢？明摆着哈。哎，这个明天再说，这个明天再说，这事情很有意思哈。这是 也说明你当时的审美是很有问题的。胡说，你一直以来对女人的审美是很有问题的。没错，他给我介绍过一个、那个时候他说他给我介绍的那个，哎呀，就别说了。还不是，他非要让我跟一个女的吃饭，知道吗？然后跟我说是个美女。不是，是有一个女孩特别喜欢文涛，跟我说了好多。